这个慢我写一下啊，什么慢啊？行吧啊。心高于啊，这边念高啊，心慈命啊，瞧不起的意思。它就会形成什么呢？三种啊，一个是我胜慢，一个我等慢，还有一个我惹慢啊，能起这个四个心啊，从四个方面啊达到他的那个，从四个方面达到他的目的啊。这个还有我惹慢啊，我惹慢呢，所以我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，他会也会起一种慢心，也是这样啊。我自种族、形色、作业、功巧、财位、受禄、利等，或种或别，皆惹于彼，我都差于你，我不行。啊，他也会升起一种慢心，啊，当然了，他不一定说的，就是从那个角度说啊。你比如说，我的种族啊，虽然人少，但是由于精悍啊，我那个形色虽然不如你啊，但是呢，你等到这个。啊，你特别是我的啊，这个形色不如你好啊，但是你要是做那个什么秘密工作者啊，不没人发现我啊，没人发现我，我是比你差，比你差，我有差的优点啊，优点，虽然你好啊，你受害的机会多啊，作业啊，你比如我的这个财产啊。这个事业啊，跟你差的多了啊，差的多了啊，那是一种差，将来你收税也少啊，另外谁也不注意我啊，另外一旦有损失的，我损失也小，他把这个也当成一个优点去和比去了啊，工巧啊，所以我没有技术，但我不受累呀 啊是不是？咱这里有，你看你会抓钩机，又会铲车，你看一天拼命的，啊，我们这有那种，你看我啥也不会，一天破我都不出，是吧？你看你技术好，你不受累吗？他也暗暗自喜，啊，还有财产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很穷啊，佛教不就讲穷吗？是不是？一无所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都不要，我本来应该要的我也不要，哎，我非这个穷要超过你，你有两件衣服非一件不可啊，你有两双鞋我非得一双鞋，你有一双鞋我就剩一只啊，反正我得怎么我也得把你比下去，哎，跟你比下去啊，这是。过去咱们有个师傅不也是吗？啊，这个，要行头陀啊，行头陀去了，啊，日中一时又不摸金钱等等等等，完了回来，但是就是说他对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认识，他要升起干嘛呢？我虽然越穷啊，是越光荣啊，他站那个角度，啊，而且呢越容易出名，啊，抱着这么个心。到外面去弘扬佛法去，现在就是，
就是起了慢性，最后的结果啊，倒休不下去，这必然结果啊，因为他有一个勒曼的心在那块儿，啊，说是这个我不如你，但是他都要超越你的意思，总的和别的啊，包括寿命、力气啊等等的啊，我没力气啊。我没力气，但是那个我这人不粗鲁啊。你有力气挺粗鲁啊。再说了，是你干活能多，你比我强啊。但你看你吃馒头吃多少啊？那个我吃一个，你能吃十个，咱俩能一样吗？所以你吃十个馒头，你不你干活多是正常的啊。所以说，他看别人吃饭，他也生气啊。还生气，总得找点理由啊，总得找点理由。总的我不如总的但是我也起慢性，不如别的，他也会起慢性。结了与彼就是都不如别人他也会生起慢性这个问题吧，都有都有，连我都有啊。头两天有病啊，有病，我这数一数9种病，后边我又添了找就找10种病，正好凑个10不全啊。别人一问我师傅你有病啊？我说现在凑个10不全了，也高兴啊。你看人健康，我有病，有病还胜于健康，你说这不是人家毛病吗？有病了还找出比别人强那个理由。就是说，把根本损害了，他不在乎，但也要胜于别人，啊，也要胜于别人，这都是一慢性。还有的那个当过企业家，啊，当过企业家，说你当过企业家，当过企业家，我这刚做过买卖，那时候当时我那，哎，那好几千万呢，都叫我给花了，都给花掉了，本来是一种耻辱。你说那个都给霍了，他也当成一种慢性啊，他我现在还欠多钱呢啊，这也成为胜别人一个理由，就是说这个慢性呢，他随时随地随着不同的环境，他都会生气，就是说你胜别人，我要是超过你，我也有慢性，我等于那块我也有慢性，我不差于你也有慢性。他都能找出一种理由来满足内心的这种妄想的需要，就像那个我说那个记者那个作者似的，你什么都去掉，我那名儿被去掉了，就为了这个达到目的。至于你写什么，我都不怕，做好做坏他都不在乎虽然是个笑话，但是就说明一个问题，这个人的心态这个慢性，我们知道是凡夫，个个都有慢性。当然了，也难免这里有圣人之类的没有慢心。哪个是圣人？举举手，没慢心举举手，谁也不敢举。就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大伙还有自知之明就是说凡夫，你有了妄想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就慢心就不可少不可少。只不过是我们认为不是慢心。因为是自我一种安慰，自我一种调节，实际上都是慢性里的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，所以说你就不了解，你就不能去掉自己的这个毛病不能去掉因为我们认为我超过你，我胜于你，我才能起慢性，我等于你都没有慢性，我乐于你怎么还有慢性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吗？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也以此呢为荣叫大伙关心他、爱护他也是慢心，是不是？一问他说你怎么没干活去我有病了，这也成了慢心。他有病了也是慢心所以说因缘而起于慢己慢当慢，心高举
啊，为我的慢。所以这个咱3点半讲的哈，到4点半哈。啊？到5点哦，那行，嗯。这个三大类啊，我们通过这三大类，我们再往下看就好看了啊。下面讲有几种慢啊，我慢高三啊。这个呢，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？外道啊，外道，外道。外道之人呢，啊，多起邪见啊，多起邪见。我慢功高啊，我慢功高啊。庐山俊宠啊，庐山俊宠。这个外道之人呢，啊，之所以叫外道。还有一种邪见在那里面，啊，什么邪见呢？就是说我，啊，一定比别人强，啊，比别人强，啊，很少有几个说我是不如人的，啊，多起邪见啊。我慢功高，所以说外道之所以叫外道，就是多起邪见，他没有正见，啊，叫外道，嗯，正见人他不会有这个慢心。就是我们心里有了慢心，也说明我们的执见是错误的，是一种邪见，不正是正见啊。我慢功高啊，我慢功高，功高我慢，这都是一个意思啊。就像一个山峻宠啊，非常高啊，立陡立矮的，高不可攀，没有道路可上啊。嗯，这会儿。啊，就是让别人对我进行仰视，只能仰视，看我都看得这么看啊，你那个我看你就得这么看，低头看你，你看我就得这么看，所以这个距离拉得很长啊，很长啊，嗯，随闻正法啊，废为不信啊，福有谤法之过啊。就是你给他讲正法，嗯，不但不信啊，你不信可以说你不信，我这个我不清楚，我弄不清楚什么是正法，因为正法不是说你一听就知道，那多大的善根能知道？你像迦摄尊者的那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一听佛给讲这个正法的时候，马上就生欢喜了啊，马上欢喜，所以说马上就信，信而不疑，哎。有一些外道你给他讲正法呢，他不但不信，而且干嘛有谤法之过，他诽谤啊，嗯，因为他的邪见特别殊胜，嗯，只要是触动他邪见的一部分，他马上就反抗，马上不管真理如何，不管事实如何，他并不管那个，他考虑什么呢？是我功高我慢，你必须对我进行啊，仰视，你不可以，我和你平等，啊，嗯，咱俩不是一条路，就像那个拿那个教门似的，啊，你谁也不可以超过这个天主，啊，不可以跳过天主，啊，你只能做我的臣民，啊，就是说你只能臣民这两个字都是勉强，是咱们给解释，他不是臣民的问题，你就得做我的羊，嗯。你说我放的羊，所以说叫牧师嘛，牧师干嘛放羊呢？啊，放羊呢，所以说你这都是我的羊，啊，你说就这种，啊，为什么有这种啊？就是说不信正法啊，不信正法，嗯，
你跟他讲他不信啊，他不可能啊，也不对啊，这是那个这样人特别多啊，那他有聚次来也有啊，你跟他讲不能供大仙儿啊，供大仙儿有什么什么不好处啊，因为我们供的是圣人，我们跟圣人学，将来能成为圣人。如果你跟你啊修持不到位的人啊，你特别是一些众生胡忙涉险，你跟他去供他，你学他，将来你会变成他啊，或是随他走啊，或是你失去了这个被教化的经过的因缘。他不但不信，他说什么呢？你出家人不平等啊，他说你不平等啊，对众生没有慈悲心。我说这和慈悲心平等没有关系的事情啊，正因为有真正的平等心和慈悲心才这么说，如果没有慈悲心没有平等心就不会跟你讲了啊。慈悲和盲从那是两个概念啊，他你说那个慈悲和那个平等，那是盲从啊，对我也说我也说我也说错的啊，错的我也说对，那能行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建立的平等建立在哪呢？在根本的真理基础上，也就是在于心性上，心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，离开心性的正确的思维都不算真正的平等。所谓的平等只是表面的平等，一个假平等。我批评你就算不平等了啊，我批评你就不就说你不对就不慈悲了。就像生一个疮似的，一个大夫说我不给你手术啊，不让你疼，这是好大夫，等你死的时候你怨谁呀？是不是？你得怨大夫，这个大夫没给我做手术，把我生命给夺去了。作为一个出家人也是，教化众生的时候不能畏惧别人对你的印象如何，你应该考虑的是是否他能得救的问题，是否这个因缘你把握住的问题。我要不跟他讲，恐怕以后也许没人跟他讲，或是多少年以后跟你讲，或者是来生再讲，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损失，对你呢也失去了一个成佛的机会。为什么成佛机会？当一个啊错的东西你不能抵制的时候，你随顺的时候，实际上你的心已经堕入那里去了，已经没有正念了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当反对的时候是毫不客气的反对，要拿出自己的啊这种决心来。反对的目的不是想增高增盛啊，增高增盛是想干嘛呢？啊，是想救别人一命，也救自己一命。啊，所以有很多的他不理解。啊，你看，咱们这个僧团过去啊，也有个比丘尼啊，似乎曾经占了咱们别人居士给咱们一个道场。啊，他把他给占了，啊，实际上呢，我和这个师傅的关系特别好，啊，特别好，而且呢，他也非常恭敬我和尊重我，啊，后来经过多次忏悔，我也不原谅他，为什么不原谅他啊？就是为什么要反对他？就因为一个是要救他，另外是要救大家。告诉大家必须反对，通过反对提起自己的正念，提起正念，你不反对没有正念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在斗争中成长，也在风雨中成长，啊，你没有这种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问题，是坚持真理的问题。所以说三皈依讲不皈依天魔外道，外道典籍啊。这都外道邪众，这都是干嘛？都是让我们
要提起证件，你提起证件你才有上归依，你没有提起证件，你虽然是没有形式没有归依，但你心里，你虽然是形式啊那个归依了，但你心里并没有真正形成归依。因为啥？不归贴膜外道，不归外机那个外道典籍啊，不归于外道协众，这些东西都没做到啊。所以说我们时时要提起正念啊，提这不是斗争啊，不是斗争，不是起心动念，这是培养我们有个正念。只有正念了以后，我们的心啊才会真正的平息下来。因为啥呢？我们首先看正和邪，要把它清除了。正它就是定力啊，它就是无我啊，它就是空，就是大定力啊，它就是不分别。我们不分别来源于什么呢？来源于正。什么是正？空是正啊，无我是正啊。无我正从哪来？就从每个事物的正和邪来看。说有正邪就不能空，是有正邪好像是不空，但是我们现在没达到空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正来达到空，这是有次第的。有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可以达到空，我也不分正邪，但是真不分正邪了，我说那叫糊涂啊，糊了八度，他把糊涂当成一种清净佛法，和圣人一样，圣人是没有正邪，因为他心里没有正邪。他不是说是糊涂，他不是糊涂，因为他有那个定力和能力，他能转化一切。我们不行，我们转化不了怎么办？我们先坚持正的，来提高自己的控的能力。所以这个话，这个次第大伙应该清楚。所以说有外道呢，虽闻正法，废为不信，复有谤法之过。他不光不信呢，还谤诽谤。诽谤说你这是什么着相啊，那个过时啊，过分呐， 还有给你定到外道，说你起时不莫请前，这都属外道法，这是外道法。就是内道，什么叫内道不道？就他是内道，什么你修的小乘啊，我修的大乘啊，像我以前讲过那个办李向阳那个师傅是啊，他完了告我修大乘啊，谁有钱给放给我啊，他不是修大乘，他为了给人要钱不好，直接要什么就拿个大乘来要钱，大乘菩萨更不谈，是不是？更不谈，那才叫大乘。你像那个观世音菩萨啊，原先那个叫慈地菩萨还是哪个菩萨啊？有一个菩萨就是对观世音菩萨的崇拜啊和敬仰，把自己的那个。一些那个饰品啊，就宝贝吧啊，这些东西拿给了供养那个那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不要。后儿佛劝他受命于佛，最后接受了以后怎么办？又把它分成两部分啊。那时候供养一个是多宝如来啊，不是多宝如来，从塔上上来那个是什么如来？多宝塔，多宝塔有个佛，供养一个那个佛一个，还有释迦摩尼佛一个，啊，分成两部分，那是大乘菩萨，啊，也没说观世音菩萨，你给的时候拿来吧，那给我吧，这算个啥？我心里根本不住这个事儿，我修大乘的，我在这些地儿，没那个意思。那是真不要，那菩萨供养那么多人瞅都不要，最后佛告诉他要，
要了以后还分成两半，还供养了两尊佛，这就大乘菩萨。越是大乘菩萨越得修什么呢？越得密修啊，这个声闻乘，这是大乘菩萨。如果光有个大没有声闻乘啊，实际上也不算个真正的大乘菩萨。所以说这个诽谤啊，谤法之过啊，这个你像那个法轮功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我能转法轮啊，我超越佛啊，实际他犯大妄语之类，他没有啥修正，纯粹是胡说乱说啊。他有时候虽然他是定在外道里啊，他是定在外道都有点屈的，因为他还超越了外道，他没啥修正。同时也虽然修佛法，说是修佛法，同样诽谤佛法，造其恶报。你看这法轮功给追的，你说多少人失踪，多少小孩人家没有父亲的，在战场里小孩其中有一个，他父亲就学法轮功的嘛，现在找不着，他母亲就怕孩子将来跟着学，所以叫他劝他出家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不信正法啊，我还有诽谤法之过，最后造了恶报啊，造了恶报。是故不为转法轮也啊，所以说他不为转法轮啊，他不是转法轮，而是干嘛呢？是诽谤佛法啊。等外道就更厉害了，像那个其他教，那是把佛法当成魔鬼。什么魔鬼撒旦呐，等等，恨如仇人，他说的，之所以为什么恨呢？他说他们教为什么不能弘扬？就因为有佛教，有佛教他那个就不能弘扬，因为他讲的东西和佛讲的东西，他没法对比，没法对比，所以他不能，所以他只有怎么办？诽谤，说你着相啊，佛教不共相啊，他造相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我们都对这个外道都应该清楚啊。如果不清楚啊，盲目的随从，第一个坏了我们的自见，第二个误导别人啊，这都不行啊。当然我们不是斗争啊，我不是要跟你斗啊，不是要你跟你斗，我得坚持真理啊，坚持真理。坚持真理的目的是为了无我啊，不是有我胜的问题啊，是无我的问题。所以说这叫我慢高山，还有一个叫我慢众障。这个我慢重障主要是我慢功高，邪见执蔽，就是党的意思，执蔽啊，不能下心，竟是诸佛菩萨师生父母，即不能学如来正法，是名我慢重障啊。有的是也出家了啊，也出家或者已经学佛了，而且说是学佛啊，但对佛不敬啊，他没有下心，就是说所谓的供佛也好啊，都是供高我慢啊，有求之心啊，他不是一种恭敬啊。诸佛啊，菩萨啊，师啊，就师父还有圣人啊，还有父母啊，当然啊，所以说呢，
他都不能下行进士，啊，你比如说供佛啊，有一党无一党的晃晃悠悠的供了，就是走个形式就完了啊。对佛菩萨啊，也说有没人啊，就随便就过去了。有人呢，就当佛菩萨看一看，啊，啊，对师傅那就是更不用说了，佛菩萨放眼里，那师傅更放眼里，凡夫一个，啊，小老头一个。说话吐了嘎叽，是吧？嗯，这就是师，嗯，僧呢啊，都和我一样啊，没啥了不起，就出家几年多几年呗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什么。等我要过几年，我也得到那个，也到那个年龄，他不是他永远他也撵不上，是吧？嗯，对圣人啊，不是瞧不起啊。就是平等啊，甚至胜于彼啊，又是那种善种又出现了啊，所以说即不能学如来正法，他因为是这个障碍所引起的，不能学如来正法啊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他不能下行，见得好他并不学啊，而且他也对为什么不敬佛菩萨？啊，主要的表现啊，谁能说一说吧？啊，不能心敬菩萨，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嗯，看来我得问一下，点名了哈。行，你说，嗯，你说。你问的是自己有慢性没？啊，有慢性。问你，什么叫他怎样不敬诸佛和菩萨和父母啊？师生父母，打上来坐。你说。因为他从不尊敬每个众生开始。嗯，坐。还谁能答？很关键的这个问题要答不上来，那个错误在我的。说。嗯，你坐下。还能谁能说？你说。说，你说。老分别。嗯，老分别啊。谁还能答？别害怕，说错了也不要紧。说错顶大了不起，我说你两句是吧？你还什么怕？说。我心太重了。嗯。对，清楚。嗯。啊，还有没有人说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说，我你就没机会了啊！那我说的不算你说的。你说。嗯，好，坐下。看来这是针对我自己说了，不能心敬诸事啊，心敬四柱菩诸佛菩萨师生父母，什么是这个表现呢？
所以说你不持戒就是不敬诸佛，不持戒就是不敬诸菩萨，就是不敬师啊，不敬僧啊，不敬父母啊。说即不能学如来正法，啊，因为你不持戒就不能，因为戒是为菩提之本，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戒，你哪来的如来正法？是不是？这是我慢众障啊，我慢众障。为什么说啊？敬啊，持戒为敬诸佛呢？啊，佛说持戒就如同见我，是不是？如同见我。所以说你半月诵戒，佛说你半月诵戒就等于我半月一来，嗯，半月我就来了，嗯。同时对菩萨也是这样，啊，菩萨也是这样，菩萨护持什么，帮助谁，就帮助持戒，你持戒，因为你能成佛，作为佛子，所以菩萨就护持你，护念你。师和圣呢，以戒为师吗？那不讲得很明白，是不是？什么是圣？那不清净是圣吗？戒清净就是圣。那什么是父母呢？所以说持戒为孝啊。这一定要记住，这是戒律上说的持戒为孝，所以说我们大家的思维老一到时候就离开戒律了，抓不住根本的东西，抓不住根本的东西。所以说呢，心静诸佛就是持戒，这才是真正敬佛，啊，菩萨、师生、父母，啊，以戒为孝，啊，这是真正大孝，啊，这才是孝敬父母。所以说世间的孝就是给父母吃的为孝啊，这个守在父母跟前伺候伺候为孝，是不是一种孝？但只是一种世间孝。我们之所以出家严持戒律，按照佛法去修行，你知道那就是大孝。为什么说一子出家九族升天？因为你呢，因为你行使的是一种大孝，这个孝由于持戒的缘故啊，诸佛啊欢喜啊，生欢喜，最后能救度父母。而且呢，你这种持戒的精神利于所有的众生，所有众生都是你前生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所以你这不就是真正孝吗？所以说这个持戒啊为孝，持戒还是什么啊，咱都一起说一说啊，为什么啊，你谁说我要写这个字是什么，还有谁说，啊，你七句就写一个字儿，能没能说出来我写什么？你根本还有没有说的？看了够呛。持戒为愿，什么是愿力？你持戒就是愿力，最大的愿力，你只有持戒就是真正的愿力，你不持戒都不叫愿力。下写这个字是什么？行啊，行，完了，就这个你猜的，
四卷为行，啊，做行之佛法。那你什么行之佛？你世界就是行啊，所以说佛是这么看，世界为愿，世界为行，这不是我说的啊。所以应该记住了，啊，世界为孝，为愿，为行，啊，说发大愿呢，嗯，什么大愿？你世界就是愿，你不世界那都是口头愿，那不是真正愿。说什么是行？你世界才叫行，你没有世界，你什么行都不存在。啊，说我能磕头，我能做什么？但是你那个只是表面的功夫，信不行。你世界才是行的开始，嗯。所以说这个大家应该把它啊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因为这些事情啊你记住了啊，将来我们就有正念啊，就能破除邪知邪见，嗯。咱们不能说人人将来都有机会上课堂去，啊，去接待接待居士，给解答解答问题。我看要是要你们派你们一个去啊，那有三回两回就将人给问倒了，啊，问倒了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把戒放在心里，没不知道戒为孝，戒为愿，戒为行，一问就倒了。你问你师父，我如何发愿呢？啊，你发48愿吧。你发什么什么大愿？500大愿。是，句子听挺高兴，因为他不懂。所以说，但他心里还是糊涂，他不知道怎么事啊。以数量为愿，数量为愿，48，那个500，完了12，完了都拿着数字比呢。啊，像那有个师傅写的，一看他写的全是那别人抄那个大愿，他都拿大愿，我一条条往前凑啊，凑一起，最后成他的愿。嗯，那种愿都是有为的东西，照别人扒下来，绝不是自个儿内心的东西。所以说不行，只有你持戒了以后，你持戒以后为什么是愿？你持戒了，心里清净了，自然就空了我，空了我，那悲心就起来了。悲心起来了，愿力一下就起来了，起来是变虚空，啊，变虚空的，它没有相，虽然有思维，这种思维它已经清净了，啊，知道自己将来所救护的众生和舍生命的地方，它知道在哪了，将来它的命要归到哪，它也大概知道了，因为它将来要布施哪，没有谁可布施的。布施哪？布施到每个虚空、每个未尘里，这才是他的愿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愿，啊，我们以这个为愿，你以后你再去修行佛法，他就不会退转，啊，今天高兴了，明天，哎呀，我的身体难受了，师父，不行了，我又不行了，啊，哭哭唧唧的，啊，为什么？他的愿力。没有出来，啊，就出来。如果出来这个愿，在多大的困难下，就是天下你都不修佛了，他也会瞪起眼睛去修去，啊，都不走了，他也会走的。所以说的，我们要发什么？要发这个愿，不是发口头愿，啊，口头愿有没有用？有用，不是没用，啊，也有用，但是和这愿比，那这愿比较重。啊，比较大，比较真实，而他能修学如来正法，啊，能修如来正法。能修如来正法。什么是如来正法？
一说到如来正法，他就要看个书本啊，这本书是如来正法，这本是如来正法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是真正的如来正法，它真正的含义在哪呢？在于无我里。所以说不懂这个，为什么他证不到无我那块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啊我慢啊，我慢功高啊，邪见之弊啊，而且对佛菩萨没有不敬啊，不光是其他行为不敬，关键佛说的话他不听啊，佛什么佛告诉你吃金钱戒他不听，叫你日中一事他不听啊，佛告诉你得孝敬师长，他不听，啊，他不听你，你说他怎么叫那个亲近佛菩萨，是不是？佛菩萨话他都不听，几千年告的话不听，啊，那罗汉告呢？罗汉不生吗？说告的话他也不听，啊，戒不为师吗？他告他也不听，啊，连他修行的师傅告的话他也不听。反正就是，所以说不听那叫什么敬佛菩萨啊，敬师长啊，都不传，啊，父母好心叫他出家，那为了啥呀？不叫他成就吗？所以说他没有往上走，没修正道，所以同时也是不孝敬父母。所以我们必须按戒律上，你才是真正的啊，孝敬啊，孝敬啊，诸佛菩萨、师生父母。所以一定把握着这重点，下回我跟你说再提问题提不出来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好，今天到了。